好，马德姆幼稚园。好，看一下哦，他可能在那一台吧，可能在这台，这台或这台。还没人，哇！我的不死怎么开场就没啦，兄弟？算了啦，这也是命啦。我能怎么办呢？这都是……哇！他直接下我板呢、欸，你一波三杆哦，大 price 三杆。我如果现在玩人单排玩人很不友好啊，我就讲啦。所以我基本上现在都玩鬼居多。哇，他直接下那个超强版欸，你们刚好看到吗？双加速！噔噔噔噔噔噔噔！哇，怎么开一台了？好狠，好快！虽然说我追这个也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啊！哇，这台也很多欸。这是血祭品哎、欸，好快！怎么会开这么快？哇，这边刚好升一块板。YU 力 AKU 安安哦，完了没跟到昨天引爆，好像有点亏，会吗？糟糕！好、欸哦，我走错路。你问我要不要来、欸？我 OK 啊，但是等我一下，我现在没办法回。恭喜发财，阿德，抓到！哈、啊，阿德，没有想到吧？你要回来啦！哇，我的毁灭怎么没了？吐啦！哇，那怎么办？尴尬了。哎呦，没瞧到。
OK， 先把他抓起来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靠人了。笑到提莫安安哦 KIANITU 安安晚上好怎么那么多人在这儿刚有人听过了我看到人了怎么是血祭品哇糟糕是血祭品欸老板先回去守这个吧因为现在进度有点差先看一下有没有人救有人要救漂亮我就知道有人会救哦、我这么胖，他都可以从我旁边挤过去，这么厉害哦！太久没有欧尼，我打得好烂。算了，这铁器品不想追了，浪费时间。刚刚这边有人，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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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就知道那边有人。糟糕！怎么可能都没人？糟糕，他们全都躲起来了，不出来哎！完了，这把有点悬呢。我的芒果鸡排比较好吃啊，鲑鱼排倒还好。带有很多，哇！来，那我扯到小婢女。完啦，我的进度好像有点差哎，就剩一台了，这把是不是要被修烂啦？太久没有玩鬼武士了，打得好烂哦。Mm-hmm.
现在发电机离太远了，怎么办？应该最多就抓两只了，哎，这把，因为这把有点被修太多。哇，这刀竟然没中，哎，好尴尬哦！这刀没中有点太尴尬了，我还以为他反应不过来。哦，不错哦，这个人这一组都还不错，哎，我讲真的，这一组都还不错。抓三只，到了最后一个人，哦，没想到竟然可以翻盘哦，这把真刺激，真刺激。这个时间点应该还没拉好。这时间点应该是还没拉好。OK， 找到！哇，被我翻回来了，欸，漂亮哦！被我翻回来了。他们没有人先去拉门是最大的失策啦，因为他们要先去救人，先救那个钩上菲利克斯，然后被我抓到机会先打掉这个凯特，
所以他们算他们的那个观念失策，所以才会被我这样全抓。不然他们前期其实打得还不错，打蛮好的。对，他们如果自私一点的话，就应该可以逃一个出去。可是问题是他们要来先来救人，然后门都没开的情况下，这样就有点就是没有先确保后路，算有点危险。不然他们前期真的打得还不错。对啊，四二六五，这组前期打得还不错啦，可是后期就不太好。加上我有点久没玩鬼武者了，所以有点生疏。好了，还行。